时光重返明清大宅，一幕幕精彩的演出重现的是最真实的宁波帮故事。其实宁波帮它最初呢是指宁波的商帮，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，当时百万的工商业者他们移民从宁波到上海，二战之后又从上海辗转到香港，以香港为经济中心拓展到像台湾、东南亚、欧美、世界的各个角落。以包玉刚先生为主要宁波帮代表的就海外的宁波人，他们纷纷地回到祖国建设家乡，宁波帮帮宁波呢也成为了全世界华人支持我们祖国建设的一个典范。自古以来就是商贸往来之地的镇海，是世界船王的故乡。十三岁离开故乡的包玉刚，在汉口父亲开设的鞋帽店开启他的经商之路。其实包玉刚的船王之路也是非常的传奇，他早年其实做的是金融，因为他的父亲祖上是做制鞋业的，但是他对这个制鞋业不感兴趣，对金融也很感兴趣。因为当时时局的动荡，他来到了香港，他用自己敏锐的视角注意到了香港是一个港口极佳的城市地方，所以呢他就看准了这个航运业。当时在81年的时候，包玉刚已拥有巨轮210艘，总吨位2100万吨，航线遍布全球的优势，跻身到世界七大船王之首。从制鞋业转战航运业，能获得世界船王的封号，包玉刚的成功绝非偶然。他们从这个浙东的地带出去，他们从小有接受着先进的开明的思想的熏陶，包括在宁波这一带，我们注重教育，他们有着很好的教育基础。到达上海之后与洋商接触，他们敢于去创新去开拓，所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，宁波帮其实做出了很多的第一，包括他们的转型都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。包玉刚的毕生经历都浓缩在《故居与特展》中，后人可以从一张张旧黄的照片里追寻一代船王闯荡商界的踪迹。外公如果知道家乡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，也会感到非常的欣慰。诚实，对自己行为负责，是他一直以来的人生的信条，也是他毕生都保持的品质。第二点呢，是勤奋和坚持。其实不仅仅在工作上，这个在他个人的生活上，也能看到这个品质。外公呢是非常注重体育锻炼。他爱游泳，爱跳绳，他已有46年的跳绳的记录，一天的就都没缺过，每天跳400下，连外出时也不忘随身带一条跳绳。第三点呢是包容，他的心态非常开阔，无论呢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家里的司机、佣人、阿姨，他都能和他们的敞开心交流，倾听他们观点，并给出自己的想法。这个航运业的门外汉，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睿智，用20年的时间一手创建当时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。包玉刚在事业上可以说是获得极大的成功。这个商帮故里，这个产生了非常著名的宁波帮的代表，比如说包玉刚，比如说邵逸夫，所以说我们镇海的这个投资环境，这个非常非常的不错，有非常优越的这个交通，这个陆上交通，也有非常好的海上交通，非常便捷的海上交通，更有我们非常这个完整的产业链，所以我们镇海这几年，特别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，
两岸这个开放交流以后，迎来了非常多的咱们这个台湾的台商朋友，他们到镇海来这个投资兴业啊，这个有的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。台商蔡玉成26年前来到宁波，现今他已是宁波台商界电子业龙头，在他眼中，宁波已经是他第二个家。我们选择在浙江的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，事实上我们在台湾小时候读书，就认为江南好，江南第一个风景好，皇帝都是每年都下江南，所以再来就江南人文好，所以还水系也很好，所以这个印象事实上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边。我们会选择宁波呢，因为是有北仑港，它一年航班大概15万个标箱，那现在有2000万个标箱，你能想象它是成长了100倍。那因为我们在台湾读书的时候知道，这个北仑港就是东方第一个大港，国务院所讲的东方第一大港，那现在证明这个理论是对的啊。那另外呢，我想一个投资环境考察，你就先看它的历史背景，就是说这里历史上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气候条件，没有天灾，再你要看它的人文，我想江南出了很多秀才，表示它的人文素质，所以在这里竟然也可以看到就是人文荟萃。另外呢，这个投资环境饮食也蛮重要的，尤其从台湾来，你可以注意到宁波人就只吃海鲜，吃海鲜人呢，第一个他长的是头脑，他的智慧。浙江省营商环境佳，民营企业多，商人们身段灵活，善于转变，面对变化更是勇于面对挑战，未来他们仍将奋勇向前，将宁波帮精神继续传承，继续谱写属于永商的卓越传奇。的藤蔓长廊，享受大自然的芬多精，以游览、休闲、科普、科研于一体的生态园区，蕴藏着各种浙东和江南水乡植物，是一个极具宁波特色的植物园。宁波植物园因为是刚刚建成2周年，其实是比较新的一个园，所以新有新的好处，我们打造的一些特色上可能更符合我们市民的喜欢爱好这块考虑。老的植物园主要以科研啊科普这方面为主，它的一些设计理念跟我们这个城市，我们现在做这个打造的是城市的绿色客厅，市民家门口的植物园，就是小朋友家里呢或者客就非常近，都可以非常亲近来。很多植物园都有依山傍水很高的山友，或者那我们这个植物园呢在平地上做个园，所以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市民在休闲旅游的需要。一朵朵争奇斗艳的菊花在园中绽放风采，它们的美丽不只是提升城市形象，优美的园林景观和丰富的科学内涵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朝圣，光是一天的游客量就高达30000人。我们这个园主要收集的是也是植物园主要一个主要的特征，就是收集珍稀的一些树种，包括我们植物的多样性的保护。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收集了将近1000多个园种，有4500多个品种，菊花是其中的一个品种。那么菊花的品种也有很多，我们其实菊花品种有将近有现在我们种了今年引进了700个左右。这一次这么集中的这么大规模的看有一点震撼，然后另外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这个漂亮的花啊。所以我和先生都基本每个星期都会来，也很喜欢这个地方。过去的镇海区商业经贸以化工电商码头为主，现在政府积极转型打造绿色生态，
就是希望让市民享有更多绿地，呼吸更新鲜的空气。从高空俯瞰，不只有户外篮球场、网球场、排球场，整座公园采用塑胶跑道，除了方便清洁，也有利于市民的健康与安全。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呢，它是装饰同心湖社区。装饰同心湖社区，它是一个圆圈，以同心湖为界的，有一条路阿坝路，然后呢，周边呢就是我们的居民小区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轴，啊，就是轴心的所在。然后呢，由于它这个地方，是一个休闲及休闲健身娱乐为一体的一个体育公园，所以它的绿化面积，它突出的就是一个绿化面积，绿化面积非常棒，达到了40%以上，40%以上的绿化面积，所以它的特色就在于绿色，还有一个呢，在一个休闲的最中心地段。位于镇海区北郊的九龙湖镇，拥有青山绿水的美景。走进秦山村，会发现这个镇海区的小农村也正在改变。秦山村主要它的所有的家家户户，大部分人都会姓秦，是一个很大的秦氏家族吧，算是。然后这里的村民呢，文化程度也不算低，每个人都比较会自觉性的去做垃圾分类。政府的话也投放了223个垃圾桶在这个秦山村，有90%以上的村民都会主动去做垃圾分类。村民的话，可能有些人会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民宿，做一些收入；有的话会有很多山里面会有自己的果园呀，然后这些等到了丰收的时候可以拿出去卖卖。还有就是政府在这边造了一个80亩的有机蔬菜果园，然后也有8位专业的博士带动村民一起来操作。这间清新明亮、临湖而建的书院是现今当地的网红景点，旅客在这里能悠闲地阅读一本好书，停下脚步，放松心情。我到这里来，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小孩到这个地方、这个书吧来，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农村一些环境、农村的生活的一个比较是我们城市里面没有过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感觉就像跟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那个空气都挺好的，挺干净的，很舒服。这边书吧的话，那个空气很好，然后那个休息的时候可以过来看看书、喝喝茶、那个聊聊天。摆脱匆忙与纷扰，在秦山村感受美丽乡村的悠闲，来一趟宁波镇海，亲自感受这座江南水乡绿色之城的魅力。规律节奏，用力捶打，伴随着阵阵香味，秘制干果已被捶得粉碎，抓紧时间，趁热用大木锤推成平整的薄饼状，冷却切块。它的制作过程呢，就是用糖浆、蜂蜜加上芝麻、花生各种果仁，用两个锤子，两个人互相敲打，梆梆梆，把里面的油脂给它打出来，和糖浆融合，这样就会形成它的一个脆、香、酥。我们平时的话，一般可以卖个200到300份左右吧。酥、脆、香、爽口得名的木锤酥，是流传了百年著名的清廷甜点，现打现卖，是老街上最生动的旅游景象。非常棒的味道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边，然后有看到这个有传统工艺、有300年历史传承的这个全风机的这个木锤酥，然后我现在吃的这个是芝麻味的，我感觉它，口味就味道非常的浓郁，然后吃起来也甜而不腻吧，可以这样说，我非常喜欢这种口味。在宁波还有另一项不能错过的美味，是一块块色泽如玉的宁波年糕。
柠檬年糕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柠檬年糕为什么能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是纯手工制作的，它的嚼劲呐，或者说它的吃的口味啊，都是非常那个正宗，非常的有传统，有一种传统的意义。年糕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？年年高，年年高，一年会比一年高。别的地方的年糕它都是不是说纯手工来的，宁波这边把手工呢已经延续千年，始终用手工去做，所以说它这个年糕非常好。用手工制作的优点就是说，吃起来有嚼劲，存放起来时间还能悠久，还能时间长一点，比机器出的时间长一点。第三点就是说，咱们这个东西没有防腐剂，纯天然的。除了传统形制的条块状，也有堆叠成叠叠乐积木的年糕。厂家这么做不是为了看起来有趣，而是藏着贴心的小巧思。这个是为了那个涮火锅方便一点啊，是这样的，说所以说做成小的回去大家食用或者切开很方便。我们年糕啊，就是说煎炒烹炸都可以的，所以说有很多种的做法，比如说年糕炒肉，排骨年糕、切蟹年糕、螃蟹年糕都非常出名的，还有一些炸年糕都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大概一天会做25包粉，大约呢就是说能卖的钱应该是能卖到15000块钱左右。浙东深厚的文化底蕴，除了美食，还有这项精湛与不凡的民间技艺。手握刻刀，一刻一画刻出脸谱图案，学童透过指导摸索着流传千年的剪纸文化。只是就说是一个民情一样的了，刻纸当中也要用几刀，只有北方人十一级的其实专门用几刀，反正也不用刀，他们不用刀，我们这里都用刀，我们这里都要用刀，就是一剪纸，名字叫剪纸，但是有多用刀的，因为接了剪出的纸呢是粗犷，那传到我们南方来了呢，就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哦，艺术性也高了，咁么个个要求也高了，眼睛看看要求也高了，所以要用细巧，是细腻的剪出的细腻的，所以剪刀呢，光剪刀呢不行了，要用刀拍呀。哦，你可以用那个很细很细很小的来都可以弄出来，一定要看的买里的小几个绒毛五贵，就是定细巧，因为要好，要标特别标准，我如果不批一下，一定是扁掉了，扁掉你不会扁好看，就会扁难看。甚至于弄起来特别细巧，眉毛搿种个眼睛啊，特别弄起来，呼吸都要停止哎。金老师用刻刀说故事，也有艺术家透过画笔诉说着多彩多姿的乡村风貌。先普农民画也是一种民间的绘画，就是很早很早很早之前的，我们先普农民画都是画在那个墙头上、灶台上这些。就是民间的一种的画，那个田野上那个风格，还有渔民炸鱼的海象上画鱼船呀，那些东西，就到现在嘛，农民画就是慢慢变成了我们那个县普一种特色的农民画。我们县普农民画是这样的，跟其他地方比起来，比如说舟山渔民画啊，他们画的都比较粗犷，我们县普农民画画的比较精致，就是工笔画一类的哦。有些画有些是那个中国画集合起来的，很精致的。还有嘞，我们县普农民画是比较接近地方上的，比如说我们农村里面的是那还有县普靠海的嘛，海洋文化画那个渔民啊、炸鱼啊这些。很接近地方上的那个特色，
农民化，我们宣布农民化主要特色是颜色的比较鲜艳，五彩缤纷的，还有那个画的时候比较画面比较饱满，还有呢那个画的手法比较夸张，这就是我们宣布农民化的特色。17岁开始学农民画，高老师将劳作与休闲场景搬上画布，饱满的生命力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成为谢普当地农村文化的特色品牌，为特色乡村文化注入新活力，让宁波镇海丰厚的人文土壤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镇海人。